选方面，你有哪些方面就是你觉得你的长处可以吸引投票者投你的票？哇，我最主要就是我是比较认识 diversity， 就多元文化的哈。因为我是从新加坡移民过来，那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亲戚感呢，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启发点嘛，160年的历史，我们在这里是中国人启发点，而且每一次你一说到唐人街，哪一个不知道是在这里呢？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，我在这里代表，因为我讲国语可以，英文可以，广东话都可以，海南话、潮州话全部我都能够应付他们，所以这里的居民跟我交流了之后，他的觉得有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因为我语言沟通嘛，对。那么在你的政策上，你觉得你敲了这么多门哈，那这里的选区的居民们关心，就是对哪些事情比较concern呢？他们我还是最主要来说还是经济方面嘛哈，我们现在经济方面由哈伯带领的，我们这五年来我们是做得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很希望可以继续下去。因为在这七年之内已经有4次的参选了，每一次参选花我们的大概3亿了，这些钱其实是很好用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根本就是好像经济恢复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可能可以起到多数政府。那有多数政府来说，我们不需要每2年就浪费那3亿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最主要的是，我们的低税的政策是最受欢迎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哈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辛苦。OK， 什么东西的涨价，好像汽油也涨了这么价，很多人根本入息也是不够。所以我们低税这个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，那低税的话还可以造业嘛，有造业有成果，有入息有开支，这些才可以平衡，才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设计搞好。对，那具体在这个唐人街不就是说 Trinity Spadina 哈，它也非常 diverse 的。Yeah. 非常 diverse 的话呢，那么这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啊。对啊对啊对。那么你觉得最能帮到他们是什么？你的政策？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语言方面的哈，而且我是一个创业家，以我的这个造业的精神，我所看到的东西跟其他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。比如我觉得那个我们那个 CNE 那边哦，我们其实可以很多东西做嘛，那个这么大的规模一年之内才有这个用几个月，那么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间我们可以动脑筋一下，可以有其他的用途，可以来发展带领，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旅游的社区嘛。在旅游社区来说，我觉得已经比较退化了，因为你看那这边一地肮脏啦、涂鸦啦，这些东西是太多，所以我很希望能够以我的经验来吸取这些，领带多一点游客来这里开支。好。